乐学堂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玩乐学堂，我是晶晶姐姐。听说佩奇今天要搬新家了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她的新房子吧。宝贝们，爸爸去开车搬家具喽。嘿，先来把这个床搬上。哎呀，还有这个桌子。呜呼，还有两张凳子，把它放到我们的茶几上吧。嗯，这个也倒着放吧。哦，这还有个浴缸，哎，放到床中间刚好。大电视放到前面吧，后面可放不下喽。还有我们的佩奇乔治的椅子，别忘喽。放到电视机上。嘟嘟，终于收拾完了，去新家喽。这就是佩奇的新家啦，快打开看看吧。打开锁扣，哇，好漂亮啊。哦，他们三个听到了车声，就赶快跑去帮爸爸搬东西啦。佩奇搬了一台电视机放到客厅里。哎，猪爸爸和猪妈妈一起抬了个大沙发，也放到客厅里。姐姐佩奇和乔治搬了他们自己的双人床。喂，哇，你们好棒啊！猪妈妈给佩奇的床安了一个小梯子。喂，这样这个床就会很舒服喽。哦，佩奇和乔治搬好浴缸就跳进里面玩了。姐姐佩奇也忍不住想要跳进去。猪妈妈已经做好饭啦，宝贝们快来摆桌子吃晚饭喽。摆好桌子，再放上四张凳子。猪爸爸先坐下了，妈妈也坐下了，佩奇坐这儿，乔治也坐下喽。开饭喽！吃完，猪爸爸要带着大家去兜风。哇，一家四口全部都准备坐上车啦！呜呼，出发喽！嘟嘟。哇，小朋友们，佩奇他们搬了新家，好开心呐！你们喜欢佩奇的新家吗？留言告诉我吧。好了，这期的玩乐学堂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期再见喽。